我哋嚟到日出康臣嘅第十二期，今次咧就多咗一栋楼，咁呢期咧就比较新嘅。事实上，发展商嘅示范单位系换汤唔换药，一模一样。但系呢个期数有个优势，佢有桥咧可以直接去地铁站，相对嚟讲系好近好多。咁我哋即刻去睇个示范单位。咁我哋今日会睇呢间就452尺嘅两房，我哋可以入去望下。你见到成个质素咧都好靓嘅，因为佢系白色面嘅，韦德风嘅白色风格。我立面就靓好多，个楼底就3.35米，但系呢度就因为商场嘅限制做唔到。你见到就算两房个厅都好市井同好大，尤其我最中意啲大露台，因为其实露台一大咧，你就可以好简单咁样晾衫，乜都得。同埋佢系用趟门，相对嚟讲嗰啲推接门嚟讲就好用好多。而且佢嘅厨房咧，居然系用明火嘅，虽然佢系一字型嘅设计，我觉得麻麻地，但系。两房400几尺咁嘅厨房，咁嘅质素 OK 嘅。之后我哋睇下佢睡房，佢睡房呢边就2米乘2米1，基本上几方正嘅，质嘅配置都简单奇丽。然后就佢嘅主人房，基本上摆位上张床就一定靠边嘅，然后呢度做张书台或者梳妆台，咁成个单位就系咁简单。而家就开始卖第二期啦，相对价钱嚟讲，发展商应该几克制嘅，到时出咗价钱再同大家讲。今日嘅节目就系咁多，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